你腿还有个蚊子。那就回上水帮我喷一下。我有个事要跟你说。你说。我这两天回老家一趟，回去结婚。嗯，回吧。回去干啥？结婚？哦，我爸妈给我安排的，这彩礼都谈妥了，说我表哥像我这年纪的时候，孩子都两岁了。不是，那你也不能随便找个人结婚啊。我爸妈都给我安排好了。你就那么想去？你打算好了不回来了？也不是，就是吧。给，别拿你的破手机回去丢人。这太贵了，我不要。给你就拿着，这手机是我在左下角领的。这真是在左下角领的吗？放心拿着吧，左下角可多了。这不是苹果15快发布了吗？苹果14 Pro Max 开始进库存发布力了，快给你的新娘子也拿一台。这现在还有吗？不得早被抢光了呀。管够，左下角库存多的是，现在还新加买了1888台 iPad Pro 配赠送。点左下角加载上线挂机升级，手机平板随你挑。好，那我也去领一个啊。那你别忘了给我发请柬啊。这你也要去啊？当然了，我想看新娘子长什么样。别忘了啊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钥匙还没拿呢。哎，你车钥匙啊？你还不回去干嘛？你这是？我还单纯的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在一起了，结果是你根本没想过。你这咋还哭了呢？你回去结你的婚呗。那我走了。娘。你发誓你真要回去结婚？我发誓，那姑娘照片我都有。拿出来给我看。打开啊。就在这儿呢，你看不到啊。